它代表就是每个人都会犯错，可是犯错了没关系，不可以像橡皮擦一样把它擦掉就可以了。说的太好了，好，橡皮擦送给你。接着第三样神秘礼物，请看这是什么？巧克力。巧克力能吃吗？这个不行，你们拿到的可以。可是老师为什么要送巧克力？有人知道吗？需要呀。
别人。没有三，再次一。